25年的白羊圣庙终于落成了，看这个高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高的天坛，现在就带您来参观。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建材是什么做的？整栋都是由红铜手工打造的。金光闪闪到移不开目光，白羊三圣被金箔包围，再抬头一瞧，穹顶倒字刻在中央，每一块板子的上面都各有一只龙，通通是金箔打造。环顾一圈，支撑整座庙的一共28根红铜柱，最把外面的敲出来，再来敲建成一层一层敲出来，敲到最后面，光是外层手工敲打就是一番浩大技术。整座庙斥资超过10亿元，所建之处主结构都是用纯度最高的红铜，其中黄金用量高达1771.845克，超过千万。现在也如火如荼申请世界最高铜柱圆顶建筑金氏世界纪录认证，同在台中雾峰宗教园区跟它比邻。佛道教的至善园拥有号称世界最大的九龙壁。隔壁是基督天主教的圆满教堂，每到偶像剧《拜权女王》曾特地取景，现在集体申请金氏世界纪录，以最大之资试图跃入国际。不只是一场宗教盛事，历经25年，从无到有，终于重工成就台湾第一座金屋。三立新闻王子瑜、李介莹台中报道。